出水就好。古今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倒摆徛入来电视台录影，挡车红灯，结果谁知影讲对面两只车煞相碰，碰一下，大家目睭金金看。两个驾驶赛车的拢落车，倒手平这个穿西装夹内裤带，哦，胸前佫插一支金笔。啊，另外迄、那个，哦，我落车穿吊架，敢若60外呢，吼、哦，穿西装的这个看到对方已经老阿伯啊，声头都老悬啊，声头声头。台湾人咧讲，头进前踏一个名词，这应用足济啦。你想讲，我哪有观众朋友咧甲国政啊学咯？讲解文说理，也有俗语，也有迷彩，也有四句联，出头真济，对。各种的内容咧变变，万讲朋友你看一下，啊，声头就是啥？就是声嗓。头进前踏一个名词，声表示大细声，声头老悬啦。讲哦，我甲你讲，是你拄啊甲我下着的呢。结果。对方穿吊架，这阿伯原来无咧喊，讲少年家，我看你扮头都袂歹，嗯，同款头进前阁踏一个名词，踏这个扮，扮是啥？扮就是人，扮就是外观。啊有影哩，西装吊领的，佮佮戴夹的，金笔叉的，扮头看得都袂歹，煞他妈伫咧比枪，嗯，扮头扮头，就国姓头拄我咧讲的，人的外观打扮看起来一个印象。哇，扮头好，第一印象人就好。像知影讲，当这个少年家无啥要甲人讲理，看到人食老啊，敢若要甲人吞食落去，枪直直比，要惊对后壁面车厢去夹巴大款。这个阿伯啊，无咧喊伊啦，讲我甲你讲，先打一个话头互你听。话头话头，我那头进前阁打一个名词，打这个话讲话头，就是某一挂。爱大声讲予你知的话，唔只社会的应用，有加一个动词，讲做打话头。我先甲你打一个话头，这边民进阿伯也着讲啊。台湾是有国法、有法治的国家，所以你唔免谈遮伫咧大细声，甲我拍甲老火老弟，你也无较赢。咱归去叫警方来鉴定，加上车祸鉴定看，什么人责任较重，叫保险公司来处理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这边帮你说。算压楼梯，或者咧穿西装的咯。总讲一句，人就爱忍气求财，千万唔通激气烧台。